好似政府想用超过17亿元在元朗名渠建一座巨无霸的高架桥，不但花费是天价，而且对区内的景观、通风、采光、公共空间和亲水文化都造成负面的影响。为了解决区内人车争路，我联同建测规员学会提出了学会方案，举行记者会表达不满，先后约见政府、元朗区议会和不同党派的立法会议员进行解说，成功地拉倒这座天价桥的项目，迫使政府放弃有关拨款申请。